水是所有生物体重要的组成部分，人体中水占了 70%。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显示，88%的人类的疾病与居家饮用水有关，38%的癌症是家中饮用水造成的。除了不健康的水带来的问题，人体也受到自由基的侵害。自由基会攻击细胞和组织，引起连锁性的过氧化反应，使人体出现退化与疾病。我们来看看可以使用的饮用水类型。目前传统净水方法无法有效来增进我们的健康。全球已发现有几个地方的水对人体有神奇的治疗效果。经过科学研究发现，这些水内含有高浓度的富氢离子。氢气分子很微细，能够迅速穿透细胞膜，消除恶性活性氧。这些天然的富氢水包含着比维生素 A、C、E 更有效的抗氧化物。富氢水对人体的作用，调节血液循环，防止糖尿病和高血压，消除自由基，抑制恶性肿瘤，增强免疫力，维持人体 pH 值，增强骨骼密度，抗氧化作用能延缓衰老。如何才能够在任何地方和时间都可以即刻享用富氢水呢？ Sugawa 移动式富氢水机，它能够在无时无刻为您制造新鲜的富氢水。您可以把 Sugawa 移动式富氢水机随身携带，给您提供微小、容易吸收的水分子，具有高抗氧化性能，并且富含矿物质以及 pH 值为弱碱性，最重要的是含有富氢离子。Sugawa 移动式富氢水机的容积是500 ml， 它可在5分钟内制造出富氢水。产生的抗氧化效果超出普通果汁的5倍以上。与其他瓶装水进行比较测试，只有 Sugawa 富氢水含有抗氧化能力，即含有氢的成分，其他的都没有这两个特质。为了您的健康生活，让 Sugawa 移动式富氢水机成为您生活的凉拌。